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老师推车。今天要推什么车？哎，跟你讲，不要每次都说我们都推那个什么进口车，贵的要死，看也看不下去，对不对？看也没用。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介绍一台在300万左右的一个代步车的一个选项，就是 Big T 达，2014年的。我们今天拿到项是1600cc 自然进气的 T 达，2013改款改成 Big T 达，到2017年改成 IT 达。但是 IT 达是小改款，大同小异哦，改一个什么水箱护罩啊，一些配备上的差异啊，大灯不一样啊，有光条啊，变得比较帅啊之类的小改款。那基本上2013年到2017年就长这个样子。那今天现场是豪华版，然后它有一个 Turbo 版的 ，Turbo 版的从80几万到90万都有。好 ，Turbo 版分两个等级，那这个分很多，从659000一直到75万，四个等级啊，659、699、725、755。然后它的大灯做得很好，它的大灯其实不太会雾化，这是我卖车最注意的重点，对不对？要又大又圆又亮的车头灯，看起来就非常有精神。啊，当时它配备的就是195/60/16铝圈 ，Turbo 版的才会有17寸的铝圈。方向镜上面有 LED 灯，帮大家介绍一下啊。基本上这个在路上的能见度也非常的高啦，我觉得是一台这个还蛮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好车。好，然后后面这个就全部都是卤素灯，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内装。好，那门板看一下皮的吗？这是皮吗？看，应该是啊，这样是皮的啊，这是塑胶，硬塑胶。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置物盒。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杯架，全黑啊！当然，它最讲究的就是它的皮，它皮坐起来真的很舒服。然后这个双区恒温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是豪华版的，所以它只有支援 AUX 哦，跟用这个手机插进去 AUX， 没有蓝牙，简单的只有右边有个定速，左边这边是空的，好、哦，也没有这个音响的快控键都没有。OK， 有自动头灯，可是它自动头灯是这边，你看，哎，它这个应该是自动头灯的吧？感应器。还是我不知道它是自动头灯感应器还是抬头显示器，应该不是抬头显示器，抬头显示器我很少遇到装感应器，一般这个都是自动头灯的感应器。以前很多啊，还没有配自动头灯都来台湾才加装一个感应器，然后自动开启头灯啊。以前像 Honda 也有啊，雅阁，搞不好伟哥那个雅阁就是了，前面会装一个小小的这种东西，去感应光源的变化，然后决定要不要帮你开头灯，这都是外加的。好、哦，然后两大两小的这个指针式的仪表板，哦，那大概就这样，很简单。这个很会坏，这个、超会坏的。以前我就一直觉得，你看你上了这个有没有看到？它的塑胶做的质量真的很差，我们卖蛮多 Big T 大的啊，都会坏到这个，这很容易断。奇怪，我觉得奇怪，这遮阳板一辈子也开不了几次哦。我们回来修的几率超高，至少三分之一的车都这三样要修到一样。你看，这都我们换的，没用到也会断。我不知道前车主有没有用啊？哦，反正回来它就是坏的啊。这个也是啊，像我自己开车没有在用墨镜的人，所以我基本上我的车有这个东西我从来没用过。可是很奇怪哦，这个超会坏。我把它归咎在于它的质量很差，因为这个我觉得不是每天都会在用的东西，可是它竟然还会坏掉，就代表它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？有没有？哦，啊，中间也是那种最溜光的卤素灯，然后中间的面板就有这种类似法丝纹的塑胶的饰板，好，其他也都黑的。啊，这个面板有钢琴烤漆，跟排挡座有钢琴烤漆。好，那旁边有一个这个应该叫做 OD 档吧 ？Support。哦，它是 Support 哦。嗯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查资料上面写的。这是 Support， 这可以啊。啊，等一下按看，没想到还有 support 哦，这边好像是 XIP3 的吧，没了。好，试一下后座，其实我这有点退，我再前面一点。好、哦，这样弯度差不多。好，贴后面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呢，其实空间还不错呢。你看，一个拳头多，它这个后座坐姿比较高，所以车顶就比较没有空间了。好、哦，而且还不错的是，它那时候就有这个后座出风口了。哎、欸，风还蛮大的。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有没有像 HRV 这样？哦，这个好一点，可是也是斜的哦。它一样是属于没有支撑的，只是它这个坐比较高嘛。它如果坐低一点的话，下来就斜斜，这也属于没有支撑的。哦，不过它不错，你看它避免皮的摩擦，这里有这个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边有绒布，对不对？这边因为这边有一个角，不会擦到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没有绒布，这边有绒布，这个就比较细心哦。就比较不会让你发出那种跑皮了的声音，哎、欸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蛮细心的。好啦，它的皮革也是蛮软的，椅子这个不用讲了，你上这个沙发厂顶级沙发厂，好啊，一样这个后座也是会有这个拉链，奇怪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个皮椅都要做拉链？我看到那个就不舒服。好啊，后面有个小三角窗，还蛮可爱。那你看风景，哎、欸，不过它这个是把吸柱分成两根呢，这個、后座空间我觉得还算不错，当一个代步车、家庭用的房车，我觉得这样的纸的空间就足够你的小朋友到国中、高中应该都没问题了吧？好，这家庭用我觉得不错，尤其沙发舒服。可是这后座坐姿真的有点高，这一看可以看到你前面去。好，后车厢，
那后箱空间我看起来是，我觉得要查一下数据了，我觉得比前一代的来的小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，就这样，备胎、前进顶、工具都在这儿。不过哎，人家蛮贴心的，有做一个这个，对不对？不会跑来跑去。哎，这倒下来是怎样？倒下，倒下。好，不平，不平的话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用一个保利龙板垫在这里，然后把这个垫高就平了。现在就都是这样做的、啊，每个都把垫 HRV 也垫，上次 Case 也是这样垫，每一台都这样垫，垫的就平了。好，这落差真的蛮大的哦，到15公分、20公分有。这台车其实问毛病蛮少的啦，回来大多都是一些耗材的更换而已。而且啊，其实你在前座驾驶的话，你会发现它的后挡风玻璃其实很小一片。我觉得现在车很奇怪 ，HRV 也是后挡越做越小片，你们觉得？那台还停在公司领补助的那个叫什么 ？PD 也后挡也是很小片，好吧？现在都很流行做这样。哎，好嘞，看完了嘞，怎么那么快？我们是因为它的那个价格比较便宜，所以我们就介绍特别快。不是啊，因为它配备就这么多，东西就这样。要不然还有什么好介绍啊？阿呆来，你觉得它有什么可以讲的？它的强项就是后座而已。它后座有很强吗？有吧，那很大了吧？普通强而已吧。好啦，空间还不错，代步还不错。等一下上路跟大家分析一下这台车还有什么其他的通病，好，跟容易遇到要修的东西，跟这个车市场上的行情，跟它的起伏，其实它中间有涨过一次，好不好？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出发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哎，看他这个坐姿有点，等等等，他这可以？看不行，上下不能前后啊，抓包。看椅子好高哦，哦，他这个上下只能一段而已，没有分前后，而且啊，妈的，好像是彩虹领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，啊彩虹，干还没结束哦。好，到底到底，哎，看我这样很难开，哎，这坐姿有点怪。这车如果是我来买，我应该不会买，因为它的坐姿不符合我的身形，你知道吗？调不到我的那个 G 点，舒适点。走了 ，Let's go， 油门轻快，又是一个 CVT， 而且。我想 CVT 在我印象中啊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有从小听到 CVT 这个变速箱啊，有两台车，一台好像是那个速八路的，那时候叫大庆汽车，好像叫 Justy 吧，大庆的结束 T， 我没记错的话，金美满秃头，上次科比有去买一台是手牌的，四轮传动的，但他那时候我记得他的自牌应该就是 CVT， 我没记错的话，第二台就是尼桑的 March 先驱者，你看现在的车全部都用 CVT。可是，在那个时代用 CVT 是个错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那个时代没有人在管油耗啊。我记得它的马力是115匹吧，15.7公斤米扭。它现在在这一代，2013年改成 Big T 大，12年以前是旧的 T 大，是1800cc， 126匹马力，改成 Big T 大以后就变成115匹马力。哎、欸，那跟 HRV 像不像？是一样，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以其实它的1600吼，它的旧型的12年以前旧款的是126匹马力以外，它配的是四速自排。然后呢，它之后的 Big T 大这一代呢，它已经改成115匹马力1600cc， 但是变成 CVT， 所以开起来更有重托感，马力又更小。所以那时候的接受度真的很差。我在二手车借的这段时间，我有经历它的新车上市嘛，我很清楚的遇到那个状况，就是。它这一代新出了以后，反而旧一代啊卖得好好、啊。中古车旧一代的空间更大，后车厢尤其后车厢，然后呢马力更大，1800cc 又没有超过1800cc， 所以是跟1300的税金是一样的，买爆四速自排买爆，因为那时候 CVT 的接受度更低，所以有一阵子啊，这个 Big T 达的二手车的售价很差。然后我发现啊，大约约末疫情开始之后的那一阵子啊，这台车涨价。我疫情前买的进货的价格比疫情后进货的价格还要便宜，就是它并没有随着时间掉价，它反而涨上来，很神奇吧？我觉得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已经不怕刀啊，因为没什么车买了、啊。然后 CVT 现在新车 CVT 越来越多，大家也就觉得啊，算了，反正就都这样了。你知道吗？它涨价呢。我跟你讲哦，它隔了一年啊，涨了大概5万吧。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没什么掉哦，就是从疫情开始之后没多久，它就涨了大概5万的价钱，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掉过。不过不得不称赞一下嘛，哈，这个沙发的尼桑沙发真的很软舒服，而且有弹性。它这个沙发不是那种很软死软吸嫩那种哦，坐下去就陷下去那种很软的，它其实有点弹性哦。啊，但你有觉得你的背部有点弹性，暖暖暖的，屁股也有，对不对？跟这个年轻女孩的胶原蛋白一样。
我本来想要讲，算了。我觉得椅子这个没什么话讲，又透气，然后又舒适。那它这一代的隔音的确也进步蛮多的。风切声这台还有装晴雨窗，也风切声真的还好。啊，它当初还有出一个 Turbo 的那个哦。版本哦，可是 Turbo 版本卖的非常少，卖的非常不好，因为当初我记得要卖到90几万，在那时候接受度蛮低的，因为有90几万，他可能有别的他认为更好的选择，所以其实 Turbo 版卖很少，而且其实他 Turbo 版再配上 CVT， 他那个马力跟他那个加速感开起来真的有点鸟，对，所以真的卖的不是很好，四驱16，平均18，高速而已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我查很多网友都说有。对，油到18，真的这么省油、哦？嗯，哎、欸，那这样从2013年开始出到现在，真的是难怪它还可以一直卖，因为它的那个能源测试是一直通过得了的 啊，一直符合到现代啊。哎、欸，这真的有那么省油？我坦白说，我是没有那么长期测试过这台车，可是这台车一直在店里面卖得不错。可是后来我很心不甘情不愿的进这个车，因为我觉得它涨价，我就不想买，我就不想进。可是我发现接受度还蛮高的哦，它还只有一般的定速而已啦，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。哦，抬头显示器，你上其实从很早期就什么 Livina 啦、Bluebird 啦、Vienna 啦，他们都很喜欢附抬头显示器，很奇怪，这是尼桑的他们的一个习惯性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一代开起来，油门变轻，车子，哎，我不知道车重有没有变轻。但是哦，我不管资料上变轻变重，我觉得前一代的 Tita 开起来是比较稳重的，比较有重量感，有一点接近欧洲车的那种感觉。我记得那时候它的底盘是跟雷诺，那这一代我不晓得。所以前一代其实底盘开起来很扎实。然后这个是前麦花臣后扭力梁，你上从很久以前都扭力梁，以前的霹雳马啦、March 啦、Zafiro 啦，全部后面都用一根扭力梁，然后中间一个 QT 悬吊，就这样一路用，一直用，一直用。哦，他们觉得这个悬吊是他们比较引以为傲的，在舒适跟操控当中，他们觉得取得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，所以他们就一直都沿用这个 QT 悬吊的。好了，我稍微加速一下。对 ，CVT 嘛，它就是比较旧式的 CVT， 它还是会有那种你加速的时候，那引擎大声，那速度跟你的声音不成正比。哦，这台车有一些通病哦。这台车你在13跟17年这一代中间呢、啊，变速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。像我们有遇过几个案例，我们卖很少啦，我们大概卖的50台里面大概修一台嘛，就是它的钢带。跟钢带的齿轮，可能钢带已经无法带动，所以你就变成不会换挡，或者是换挡有异音，那就要修钢带啊。维修几率蛮大，就跟那个年代的 Sentra 一样，那年代 Sentra 很多都会遇到这变速箱问题。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挑选啊。那剩下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通病欸，就是那个冷气压缩机吧。可是我觉得冷气压缩机的案例还蛮少，至少我们是还没修过。但变速箱我们确实有修过一台 Big Tita， 我们修过一台变速箱，然后 Sentra 我们也修过一台变速箱。就是以我们卖出去的车来讲的话，好啦，反正我们就把常遇到的东西跟观众朋友分享。那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经手出去的 Big Tita 其实真的问题，坦白说真的蛮少的，好，都是一些耗材的更换而已。我觉得如果以一个代步车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它的确还蛮规矩的。好，测一下底盘啊，山路测一下底盘，哇，这爬山也是不太行。不过它隔音真的不错，它其实我们的坐姿跟引擎的距离很远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坐的位置跟引擎在很前面，这个距离超长，有没有？嗯，好、哦，所以可以感受到引擎是在外面，这隔音真的还做得还可以。不过我没那么喜欢尼桑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尼桑它很习惯性的，我自己遇到，我觉得他们其实啊一段时间就会很多零牌车释出。其实二手车商为什么不喜欢尼桑？啊，为什么比较喜欢 Toyota 或是 Honda？ 你知道吗？这跟经销商有关系。Honda 跟 Toyota 他们不会有那种大规模性的那种领牌车，或者是这个折让，或是库存车在那边大甩卖，很少啦。但是尼桑很常态性的会有一大堆领牌车，像我们常常在拍卖场上看到一大堆那种跑几百公里、1000公里的 S Trail 啦、Livina 啦、Tita 啦、Sentra 啦。都丢出来，我不知道是经销商为了领牌的数字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谁要买他的新车？我今天我假设我是二手商，我在这一行20几年，你想要买台尼桑的车，你应该是怎样？你知道吗？等，你只要等就好了，你不要急，你等一定有领牌车卖，甚至他们自己的中古车部就会有领牌车在卖了，然后就跟他的定价幅度就差蛮多的。那我刚好买新的，还是啊，早买早享受，晚买享折扣，是这个概念。反正我觉得就是这样，因为我看很久了，观察很久了。那当然，因为这种状况对于我们来讲的话，风险超高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没有精准的掌握它的那个丢出来的时机，你知道，你一下子就挂点了。
的避震器是偏软，好，而且行程很差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车子的晃动，好，不会弹跳，它是舒服，但是就是晃的行程很差，蛮晃的哈，好，会有余震，就是你过坑洞以后还会再甩个两三下这样。哦，不过有一点我要称赞了，尼桑的刹车一直都做得不错。它刹车属于是那种点头型的刹车，就是你踩下去它就点头，这样是好，这样算很力吧，不够线性。你要讲它不好也可以啊，可是其实它蛮力的啦，它从以前刹车我觉得就做得蛮够力的，但是以前它的那个分棒也蛮容易坏的，现在新的就还好了，大概约莫十年以前的尼桑的分棒超容易坏，那现在我觉得就比较少修到，新世代的 Livina 啦，或新世代的 Tida X-Trail 啊，就比较少遇到分棒的问题，以前好长尼桑好长遇到分棒的问题，修好多、哦、好，来试一下三度 S 档按下去，哦 Sport 呢腰丝啊，按下去没差、啊、靠腰啊，它也没有拉转速，有啦有啦有，速拉比较高，哦，有，可是声音就变得很大了。我、哦、不行啊，哎，好恐怖，呵呵呵，这个侧倾很严重，哎，这不是这样开的啦，哎，不过它这个有哦，它这个爬山的力道是有的哦，看，只是，哦，看这侧倾好严重哦，不建议啦，不建议，呵呵，不建议三度这样开。呵呵，好，不是这样开的，这不是这样开的。你看，哇，那真的很严重。它这个严重到就是你过了一个坑洞弹跳，然后再加上在过弯当中你遇到坑洞的话，你会觉得你的整台车就是一直晃来晃去，是吗？而且已经快要滑出去的感觉。然后你过比较大的坑洞，你会整个人像飞起来一样，好不好？力道是够的啦。哦，那真的，如果有一些这个你买回去，你真的想要在山路开快点，你可能铝圈跟避震器都要修改，不然这个状况真的不行。好，这个车就是一个家庭房车嘛。有没有以前的广告 ？Tida 有没有？它就变长。你有看到那广告？有啊，就 Tida。哦 ，Tida， 然后就变长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 那一段广告时间，有很多女的都对自己的男朋友的那个下体一直喊 Tida， 哈哈哈哈哈 ，Tida， 哈哈哈哈啊，一直喊啊，喊看会不会再争气一天。那广告是算有造成一股风潮哎，而且它的那个椅子啊，我差点讲沙发。它的椅子真的是一点包覆性都没有。我刚刚在我们稍微开快一点的山路啊，我觉得我身体一直这样都在晃啊。对，完全一点包覆性都没有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算啊，舒舒服服的。哦，我们开，这个定位非常的明显、明确，没有热情的一台车子。那时候我在拍那个老师与小乔，在讲那个代步车推荐影片，很多人说为什么都没讲 Tida， 因为我认为 Tida 不是那个级距的。它稍微再大了一点。对，我觉得 Tida 不是，它算是中型掀背车。我觉得啦，以台湾来讲算中型。好，我们所谓小型掀背车，可能就是那种比较短的，马自达二啊 ，Fit、Yaris 啊，那种 Swift 那种车身更短。我觉得主要是妥善率啊，要身为一台称职的代步车，除了这个 CP 值高以外，好，空间够大，甚至够省油，妥善率也要高。但是我觉得安全这个，我们也不要说啊，我们要代步，好像就把安全这个罔顾了，那其实就是基本的安全。大部分的代步车就是基本双安全气囊 ABS， 但是大多这个时代这个价位没有防滑，除非你再买一些更现代化的车子，那当然应该就会更贵了。他那时候都是没有配防滑，好不好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代步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的市场上的价格，然后如果以我们今天这台2014年的 Tida 来讲的话，市场上流通的价格应该车商在收入应该在25到30万，出售价格应该会30到35万。好，这就是整个市场一个价格啊，除非就是剩下因为代步车嘛，八年的车子了，其实它当中这个难免会有很多的耗材需要更换，那就看前一手帮你换了多少东西，然后这个决定了你回来这台车有没有需要再花一些钱换到一些耗材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买二手车事故泡水调表不要遇到以外，我们另外最重要就是回来到底陆陆续续还要花多少钱去换这些耗材，因为基本上这车的通病在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哦，所以你只要注意这些耗材就好，不要买里程太高的啦，不要听那些话术。里程太高最常说的话术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前车主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这个都在比如说桃园上班，所以他就是都开车通勤，这个定期保养，你知道车子啊都在高速公路，因为这个恒定的一个速度驾驶总比这个走走停停好，比较不容易积碳哦，所以车况比较好啊，不要再听这种屁话哦，使用的程度高跟低绝对在车况上面就是会有影响。这个很多人可能最近才刚开始看我们的片子，我跟大家分享
一般在台湾正常的上班族正常的使用，你把里程除上车的年龄，一年大概就是10000公里至15000公里哦，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使用哦。你只要在这个正常的里程内，再来前车主有没有照顾他，包含所有的细节、内装照顾的程度，跟他的保养有没有定时，其实这个一个代步车就这么容易哦，没有事故，没有泡水，没有这个调表，然后有定期保养，耗材该换的，好看前一手换到什么程度，影响到你购入的价钱，基本上就 OK， 代步车没问题，空间也够用，顺顺然后看啊，山路尽量不要跑惯，然后避震器跟你确定，就这样结案，好不好？那一年大概差3到5万呐、啊，因为13嘛，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那17以后就贵喽，17以后都要卖到40-50万去喽，因为 IT 大了嘛 ，IT 好像变速箱有修正过了，听说是这样，所以它的那个变速箱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哎、欸，其实站在我们二手车上的立场，我没有希望二手车很贵呢、欸。观众朋友不要这样觉得，这是市场反应。我也希望它很便宜，因为你买便宜、啊，我买便宜啊，然后我再加上我要赚的，消费者也买便宜，我又赚得到钱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唯一倒霉的就是买这台车的人，当初买新车的人唯一倒霉就是他，也不能这样讲啊，他也是有给人家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，你会跟他讲说，那我们以后还可以做朋友吗？会啊，你会这样讲啊？去、哦，你要说，你不是说我们以后可以做朋友吗？不是这样，你讲错了。那以后还能做吗，朋友？好不好？学起来，不要说这句就太弱势，地位太低了，何必那么卑微呢？稍微提升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超一下车，超车有点慢哦，加速有点慢。其实马力哦，大家在讨论马力加速度够不够快这件事，除了其实不一定是为了飙车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马力是一种主动的，让你可以快速的逃离危险区域的一种附属的作用。比如说像刚刚一个小集团，周遭都是砂石车啊、连接车啊、游览车，大家全部挤在一起，有没有？那我啦，我是比较没安全感的。我觉得我如果长时间跟这个团体在一起，我会觉得好像会出事，不然但不是一定会出事，出事的几率比较高嘛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通常我就会加速逃脱那种。就像我说，我很不喜欢跟在连接车、砂石车、大型车的前后左右一样。你如果曾经在高速公路旁边有一台，比如说砂石车或者是连接车，在你旁边爆胎一次就好了，你下次你就不敢在连接车附近。很大声的，看，那不是大声而已，它还会让你的车震一下嘞，它的砰，然后就不看，你会被那个声波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震到你的车子会晃一下，那是真的，我遇过。我跟你讲，就一次就好了，你以后再也不想在他旁边了。哦，所以有时候这个有时候加速度不是为了要飙车，马力不是为了要飙车，真的有时候有必要，你还是要逃脱一些会让自己危险的地方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这个 T 大平价代步车，好不好？推荐给你，我很喜欢，好不好？战机。好啦，以后更多的代步车介绍给大家，不要都介绍贵的，好不好？平价才是王道。好，那这个，如果平价的代步车的流量就这么低，那我下次还是介绍贵的好了。没办法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不要看有一些真的都专门都介绍高级的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上面 RR 啦，林宝坚尼、法拉利上面哦，乌龟博威，好像感觉那个流量就是高。虽然大家买不起，可是大家很喜欢看，就跟什么叫看妹一样，看那些直棒的那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？干你自己说，你有没有看？有，谁没有看？我应该这样问，谁没有看？哦啊，讲到那扣子有没有爆开啊？拢分开逼车啊！哇，大家都在看什么时候扣子会飞走，什么时候扣子会飞走，有没有？就跟那一样啊，你又得不到它，你还是很喜欢看，所以我们还是介绍贵的，不要啦！你们真的啦哦，分享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多分享好不好？这个流量靠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最近有在看吗？不是我，看他每天都出现在我的推荐里面，好不好？这不是说我们看的问题，我们要知道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在关心些什么。我是学术交流，我老婆问我，我是站在学术的角度。我今天我如果不认真的去看这些东西，我怎么跟现在的时下的年轻人有话可谈呢？对不对？我怎么知道我的影片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呢？好不好？所以我是为了公司，为了频道，为了我们的家庭，为我们的汪汪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流量，没有赚钱，汪汪就没有钱吃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没办法，我只能看，超委屈，拜拜。
你以前我们在路上啊，看过人家那种骑着摩托车来说，哎、欸，先你们50块，我没有钱加油了。哦，有啊。你有给他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知道，那你怎么讲、哦？我没有。我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身上没有零钱。上次在路边就有人跟我讲，先生不好意思，我1000块掉了，可不可以跟你借300块加油？我没加油，我就很感慨，我就借他300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嗯，为什么？我刚捡到1000块。这样赚700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